揭幕带来第一支舞蹈的团体，是被尊称为台湾街舞始祖的黑潮舞团。两侧卖力的年轻学子们特别排出双十字队形，加上管乐的吹奏配乐，活泼动感的队形编排，展现台湾热情的人文精神，一起欢庆台湾的生日。长寿的电视节目《五等奖》，悠扬的节奏搭配轻快步伐，象征台湾走向自由热情，走进缤纷色彩。舞台上由 HRC Studio 张毅老师带领，以 R&B 结合 Hip Hop 曲风，展现90年代的舞感风格。管乐队也加入简单的动作与队形排列，一段音乐展现两种表演，代表着台湾不同面向，包含庄重与活力。青春洋溢的学子们排出箭头队形，重频的声波共振做出渐层效果，呼应台上舞者，要让所有的观众锁定目光，一同享受国家庆典的祝贺跟喜悦。随着时代的演变，街舞从单一的舞蹈形式结合了新时代的重拍节奏与多变技巧，到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新潮嘻哈风。现在舞台上是由 Magica 舞团 Rex 老师所带领，以现代流行的电子乐搭配具有速度感的震撼舞风，带来爆发性强烈的视觉感受。
帅气的铁刀脚扑翻，要震慑大家的眼球。学子们以机械舞渐层排列，展现电子音波效果，搭配台上多变的舞蹈技巧，丰富而且多层次。这是由高难度技巧的霹雳舞长胜军、反腐艺术及 Flying Space 所带来的演出。舞者将人引体上方，象征台湾要飞一飞冲天，站上国际舞台。管乐队也以圆形队伍围绕，搭配音乐吹奏，就像我们台湾人民的团结力量。舞者借由伙伴胸口迈步前进，象征大家只要团结齐心，终将稳健踏出成功的每一步。将在2024年进入奥运殿堂，成为正规的竞赛项目，令所有人相当期待。台湾许多职业舞者们目前也正积极地与国际间推广霹雳舞，相信2024年台湾定能在奥运发光发热。刚才看到的是学子们以重拍节奏做出自体声响的拍打，搭配洪亮的口号，展现台湾的气势与活力。同时，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来自部落的天籁美声，带着满满的祝福，也代表着我们都会好好的。是由所有舞者搭配管乐队带来的大合舞，乐队以跳跃动作及放射状队形带动气氛。就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努力，为台湾加油，骄傲地对世界说 We are from Taiwan。 年轻学子以色彩变化排成国旗图样，象征对国庆典礼的诚挚祝福。台上的舞者们也在结尾时将以队形呈现代表台湾国徽的12道光芒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一起为台湾生日庆贺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
请来宾给予掌声鼓励。感谢我们同学们带来精彩的舞蹈。